大常委譚耀宗被問到初選點解會構成罪行所指嘅非法手段，佢話唔應該只係突出初選，而係成個過程都係屬於非法手段。佢目的咧就係要顛覆國家政權行為，攬炒十部曲就一步一步咁嚟，成個過程裏面組織、策劃、實施、參與實施每個環節，其實呢啲。 佢呢個最後嗰個目的，所以呢個過程都叫做非法手段。邊一步係非法手段？一系列嘅行動行為，最後你一個目的嘅時候呢，我哋就覺得呢啲嘅做法都係唔非法嘅。初選我自己內部傾下啫嘛，啊玩下啫嘛，啊咁都唔得，唔可以。呢個成個過程裏面係做緊一啲啲咁嘅行為，然後達到一個什麼嘅目的？